嘿啦，好风哦！大家知道粉刺吗？其实我一直很好奇，人的脸上粉刺到底会有几颗呢？这让我想到之前网上都有很多怪人会去说。韩总啊，说到这个时下年轻人的偶像小雨，请问韩总您看过小雨的影片？那位小雨，他现在因为做 deepfake 换脸视频被台湾警察抓了起来。看起来真喜，倒数几次，在翠屿山看到我，不要情绪勒索我好吗？放火！哪来的放火？我今天要跟尊去看那个娱乐百分百，我们要回顾我们的 A 历史娱乐百分。这个太他妈的生硬了哦，画脸了说，可以吗？我这边也许可以的，也许可以。画脸了说，换脸的是我。嘿一提，你们不要他妈打别人的名字问号，现在就只有一提在我的台，那我的老婆就是一提。一提来了，哇，你来麦块世界找我了，一提，我要打死你这个人。我阿刚吗？我爱你，蔡阿刚，我爱你。没有没有，没开玩笑。营销很开心，不会是真的吧？我没有开玩笑，这个很像是一个小说里面才会有的环节。